还没有加阿妹粉丝团的，还可以加一下阿妹粉丝团吗？这里这前面这个小这个黄色的这个地方，黄色的这个小星星这里。阿妹，你是个善良的女孩，也快一万个人看了，是不是啊，叔叔阿姨们？真的，阿妹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么多的点赞，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叔叔阿姨们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，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叔叔阿姨们。这上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看到这个地方没有？谢谢老大送的粉丝牌，谢谢送的粉丝灯牌。这上面这个地方黄颜色的这个有一个小星星，这里看到没有？这里黄色的这个小星星，这里你们点点，点一下，加一下粉丝团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加一下粉丝团，这上面你们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，叔叔阿姨们？谢谢送的粉丝台，谢谢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送的粉丝牌，哇，11个赞了！谢谢谢谢黄什么呀？黄什么呀？黄钻吗？还是黄船呀？谢谢送的粉丝台，谢谢加入阿妹送啊！谢谢加入阿妹的粉丝团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这个黄色的小星星，这里加一下阿妹的粉丝团，谢谢。以只要你们加了阿妹粉丝团的，以后阿妹直播呀、发视频呀，你们都能第一时间看得到，叔叔阿姨们。11万个小赞赞了，叔叔阿姨们，11万个小赞赞了，也马上就要有10000个多人看阿妹直播了，是不是？谢谢送的粉丝牌，谢谢加入阿妹的粉丝团，谢谢。这上面加一下阿妹的粉丝团，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？哎呀，太热了！这上面这个小星星这个地方加一下阿妹的粉丝团，谢谢你们。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谢谢你们。这个点赞还不停呀、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看阿妹的这个点赞还不停，还一直在点，还一直在点，还有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一直在点。哇，还在点赞赞呀，还在点赞赞，10000个人看过了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10000个人看阿妹直播呀，叔叔阿姨，10000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看阿妹直播呀，那么多人吗？有那么多人都喜欢阿妹，支持阿妹呀，哇，真的10000个人呀，叔叔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10000个人呀，家人们红心，家人们红心上20万，这个王海雄哥哥，这个王海雄哥哥说家人们上20，真的上。真的，说实话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能上10万，我都真的很开心，很开心了。不用上20万，不用上20万。哇，那个星星点赞点的越来越快了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那个小赞赞越来越快了。那个小赞赞越来越快了。那个小菜菜越来越快了，真的谢谢直播间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给阿妹点赞，那些点赞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不用一直这样子屏幕这样子，真的你们真的太辛苦了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一直这样子点屏幕的话太辛苦了，真的，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就把大拇指或者一根手指一直放在那个拇指上面的话，他点赞的话会一直自己点的，叔叔阿姨们不用一直这样子点那个屏幕，你们就一直放在那上面的话，那个点赞的话点赞不停的，叔叔阿姨们，叔叔阿姨们，谢谢你们。12万赞了，叔叔阿姨们。谢谢我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对阿妹的喜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对阿妹的喜欢。
哎呀，阿妹喜，我喜欢你，谢谢你们对阿妹的喜欢，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对阿妹的喜欢和支持，谢谢你们。你既然我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都那么喜欢阿妹，都那么支持阿妹，对不对？那我以后就多给你们直播，好不好？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那我以后就多给你们直播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打个好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不行，这后面这一段都还没聚到呢，叔叔阿姨们，这后面这一半都还没聚到呢，才不断的。好的，打个好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是想看阿妹直播的。以后阿妹只要一有时间，我就给你们直播，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？因为我直播间那么多的叔叔阿姨都支持阿妹，都喜欢阿妹，所以说我就只要以后一有时间，我就给你们点，就给你们开直播，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？好的，打个好，是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只有六个人打好呀，只有六个人打好呀，叔叔阿姨们。只有六个人打好吗？阿妹多直播，我们都喜欢你。好的好的，你妹妹，你有竹笋的时候能不能游一点？你给阿妹点关注嘛，你给阿妹点关注，加一下粉丝牌。如果有的话，你还在阿妹直播间，你还关注阿妹，你还就是还在看阿妹直播的话，我到时候给你游一点。不用给阿妹送礼物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不要给阿妹送礼物，真的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不用给阿妹送礼物的，不用给阿妹送礼物。13万个赞了，叔叔阿姨们，忙去了。好的好的，你有事情你就先去忙吧，你有事情你就先去忙吧。你一直在看阿妹直播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他那个淡然一直在看阿妹直播。今天我都应该想早一点给你们开播的，但是因为今天的话我到街上去卖东西去了，所以说就没有给你们直播。谢谢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加入阿妹的粉丝团，谢谢。这上面可以加一下阿妹的粉丝的，这个小星星这个地方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小星星这个地方可以加一下阿妹的粉丝团的，加一下阿妹的粉丝团。以后阿妹直播，每一次就是你们给阿妹点关注了，但是每一次你们只要加入这个小星星，这个小星星加入阿妹的粉丝灯牌的，加了阿妹粉丝团的，以后阿妹直播呀或者发视频，你们第一时间都能收到。谢谢家人们的礼物，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送的礼物，但是你们不要给阿妹送礼物，阿妹不要礼物的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不要给阿妹送礼物，阿妹不要礼物的。第一次刷到，没有你，微不然绝对帮助什么呀？那你给阿妹点关注了吗？那你给我点关注没有呀？那你给我点关注没有呀？第一次刷到我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我问一下，我直播间现在1.1万个人，对不对？我问一下，我直播间第一次看阿妹直播间的，第一次看阿妹直播，第一次就是给阿妹。刚刚给阿妹点关注的新粉扣个一好不好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是新粉的扣个一，是老粉的扣个二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阿妹我去忙了，有点事情。好的好的，下一次阿妹直播你下一次再来看阿妹吧，好不好？你下一次再来看阿妹吧，你有事情你就先去忙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。只有六个人是新粉吗？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第一次看阿妹直播的，第一次关注阿妹的，就是第一次看阿妹直播，第一次给阿妹点关注的，就是刚刚认识阿妹的哥哥姐姐，是新粉的扣个一，是老粉的扣个二，我看一下是阿妹的新粉多还是老粉多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现在嘴巴变得好甜呀。主要是真的，哥哥姐姐说阿妹以前的话真的不会说话，
现在的话是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一直都在鼓励阿妹，一直都在支持阿妹，一直都在喜欢阿妹，所以说阿妹的话就是性格的话变得越来越开朗了，知道吧，越来越开朗了，所以说这个号播着没，播着呢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播着呢。哪个号呀，那个号，哪个号呀，那个哪个嘛，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来看来看阿妹直播。现在有很多的有很多人都在看直播，但是你们没有选择其他人，而是选择了阿妹。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喜欢阿妹，对阿妹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愿意看我一个农村女孩，谢谢你们。最近的话可能是天气越来越冷的原因，今天我去街上卖一点东西，我街上都没几个人，街上都没几个人。去我们这边的镇上去卖，但是那个城里面的话，那个太远了，太远了。去城里面的话太远了，那个路费、车费、吃的东西、吃饭的钱，都要花好多呀。阿妹，你可以在直播间卖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有那些真正支持阿妹、真正喜欢阿妹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真的想要东西的话，你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跟阿妹说一说。如果我这边有的话，我可以跟你分享，我可以跟你分享。因为我如果我直接就分享的话，有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不支持阿妹的。所以说阿妹都之前是做直播间，在直播间做小生意，对不对？因为之前有很多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不支持阿妹，所以说阿妹都没有再做这个生意了，都不做那个生意了。可以干嘛呢？我在锯东西呢，看我在锯木头呢，很安全的，哥哥帅们。卖什么？有什么东西？你们可以打一把你们想要的东西打一打。如果我这边有的话，我可以跟你们分享，哥哥姐姐帅们。如果我这边有的话，我可以跟你们分享。14万个赞了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14万个赞了，看到没有？14万个赞了，马上就15万了。14万个小赞赞了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14万个小赞赞了。这个句子每次都卡住。有什么东西，比如说卖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你们想要的也可以自己打一打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阿妹，我弟看上你了，不要看上我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不要看上我，我只是一个农村女孩，真的，我只是一个农村女孩。平时你们想要什么东西都可以问，像之前的话有很多的阿姨呀、那些都一直给阿妹发私信说有没有那个包子粉什么什么的，一直在问，我都不敢给他们上，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也不就是越来越少被保护起来嘛，也有很多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不支持阿妹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，所以说阿妹都不敢给他们，知道吧？你很勤劳，谢谢谢谢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谢谢你们。他在忙工作呢，哥哥姐姐们忙工作呢，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干，对不对？
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你婶婶呢？我婶婶在家里面呢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我婶婶在她的家里面。有什么特产吗？有呀，有很多，我们这边有很多的特产，你们想不想要吗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想要的话我可以跟你们分享。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想不想要吗？如果想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分享。欢迎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进来，欢迎你们，欢迎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这是在干什么？我在锯这个东西呢，我在锯这个东西呢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我在锯这个东西呢。哎呀，这个手机真的，给我30块钱借一吗？什么呀？给你30块钱借衣吗？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呀，哥哥姐帅？什么规则？阿妹，我是你的铁杆粉丝，他喜欢。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喜欢，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喜欢，谢谢你们的喜欢。和你开玩笑了，哎呦哎呦，哎呦哎呦，这样子的呀，这样子的呀。从昨天开始需要什么呀？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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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那样子的呀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这个开通什么那个，我不知道。真心系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我是你的粉丝，我关注你，但是你不理我。没有呀，没有呀，我没有不理你呀。可能是因为这个有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跟阿妹说话，所以说我就没看到，知道吧？哎呀，这个赞都马上要150000了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小赞都马上150000了，马上要150000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
那个东西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能不能，反正好像不能。可你这是在干嘛呢？你说我这是在干嘛？哥哥姐姐帅妹，你说我这是在干嘛？不知道怎么能帮助你，只能给你多点点赞了。谢谢谢谢给阿妹点的赞赞，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给阿妹点的赞赞，谢谢你们。小妮子挺可爱，挺智善的，又能干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？你家需要入赘吗？入赘是什么意思呀，哥哥姐姐帅吗？入赘是什么意思呀？入赘是什么意思？入赘是什么意思呀？拉木头，对，我在锯木头，我要烧火。我不知道怎么点关注呀，哥哥姐姐帅吗？不知道怎么点。上门女婿，我不知道那个哦，是男的嫁的女方来的意思吗？哥哥姐姐帅吗？是不是呀？是不是什么切？哦哦哦哦哦，好好好，好好好。是的呀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那个意思了，哥哥姐姐帅吗？我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了。哦，150,000个赞了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对阿妹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你好好看呀，美女。阿妹不好看，阿妹哪里好看？阿妹一点都不好看，哥哥姐姐帅吗？阿妹一点都不好看。哎，坐，我看能不能把它弄断。断了断了断了，阿妹人好，呵呵，加油！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阿妹也很漂亮，没有，阿妹一点都不漂亮，哥哥姐姐帅吗？阿妹哪里漂亮？阿妹一点都不漂亮的，阿妹一点都不好看，阿妹一点都不漂亮。你多大了？我21、22。21、22，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给阿妹点的赞赞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给阿妹点的小赞赞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谢谢你们给阿妹点的小赞赞。阿妹是这个世界上最真好看最漂亮的阿妹了。谢谢我直播间里面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对阿妹的喜欢和夸赞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问一下我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有那么多人对不对？你们都是来自哪里的人呀？你们都是来自哪里的人呀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都是来自哪里的人呀？来自北京、厦门、云南、新疆、河北、西藏、新疆、内蒙古、安徽、香港，还有香港的呀。
直播间的家人们，1.3万人了，真棒！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的捧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捧阿妹的场。非洲还有非洲的呀，我听说我以前我听说非洲的人都是不是长得黑黑的呀？哥哥姐姐、帅们，是不是呀？是不是长得黑黑的呀？都15.5万赞了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都15.5万赞了，这个小星星。你们不要给阿妹送礼物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给阿妹送礼物还不如加一下阿妹粉丝团，这样子的话，以后阿妹一直播，你们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阿妹的直播消息了。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小星星，这个地方还没有加入阿妹粉丝团的，加一下阿妹粉丝团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加一下阿妹粉丝团。今天不说暗话，迷人不说暗话，我喜欢。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加入阿妹的粉丝团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谢谢你们加入阿妹的粉丝团。谢谢加入阿妹的粉丝团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谢谢你们。家人们都喜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我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对阿妹的喜欢和支持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我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跟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谢谢你们对阿妹的喜欢。你在干嘛？我锯一点木头，以后晒的话，烧火的话就烧的容易一点，不用每一次烧火的时候才去锯，我要提前给它锯起，锯来放着。少数民族，我是少数民族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我是少数民族。你们等阿妹忙完了你们再来吧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因为阿妹最近的话一直忙着挖地呀，也马上就要种玉米了，种豆了，种豆子呀，那些是不是阿妹就开始忙起来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也没有时间跟你们一起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风景，都没时间了，叔叔阿姨们。这么晚了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都还有这么多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在看阿妹直播，你们都吃饭了吗？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都吃饭了吗？你不用来给阿妹帮忙，你给阿妹打个加油就好了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给阿妹打个加油就好了。对，要种玉米，要种豆子，要种瓜了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我们喜欢你，可爱的女生，我们都支持。谢谢我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谢谢我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对阿妹的支持和喜欢，对阿妹，谢谢你们对阿妹的夸赞。15.8了呀，哥哥姐帅们，我女儿40岁了，在家还像个宝贝一样，是不是呀？是不是呀，阿姨？是啥呀，阿姨？对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不用过来帮阿妹，你们喊个。喊个加油就可以了，他挂了。喊个加油就可以了。你们给阿妹打个加油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给阿妹打个加油。
给阿妹打个加油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我给你聚个这个电锯，不用了，叔叔阿姨们，不用的，不用的，我这个经常弄，所以说都习惯了，哥哥姐姐们都习惯了。不用电锯，这个用这个手锯，锯一会儿它就好了。这个用手锯锯一会儿就好了，哥哥姐姐刷一满。加油，可爱的女生。好的，好的。家人们加油，红心上20万，16万了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16万个赞赞了。16万个小红心了，哥哥姐姐帅们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16万个小红心了，擦锅。哎呀，1.4万个人了，哥哥姐姐帅们，1.4万个人，1.4万个人了。都10000多个人了呀，哥哥姐姐帅吗？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，谢谢宠着你一世送的粉丝团，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你们。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今天真的太辛苦了，一直给阿妹点赞，辛苦你们了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辛苦你们了。粉丝灯牌亮起来，谢谢加入阿妹的粉丝团。有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可能还不知道怎么加粉丝团，这个小星星，这个黄颜色的小星星，加一下阿妹的粉丝团，谢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谢谢家人们。马上要22喽，马上要22喽，嘿嘿嘿。粉丝灯牌飘起来，谢谢你们加入，谢谢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加入阿妹的粉丝团，谢谢直播间里面哪里的这个哥哥姐帅吗？这个地方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加一下阿妹的粉丝团，加一下粉丝团。哥哥姐姐帅吗？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，这个黄颜色的星星，点一下这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可以加阿妹的粉丝团了。快要16.5万赞了，哥哥姐帅们已经16.4万赞了。哎呀，怎么那么快呀，哥哥姐姐帅们，你们点赞点的也太快了吧，都已经16.5了，16.5了，哥哥姐姐帅们都已经16.5了。我个赞了，哥哥姐姐帅们，我休息一会儿，我再吃一下我的红薯吧，哥哥姐帅们，我再吃一下我的这个红薯，我刚刚挖的，我的红薯都挖完了，那个猪也吃了，猪都吃完了，猪都吃完了，那个红薯现在才挖出来，什么情况呀，哥哥姐帅们？
你们那边种不种这种红薯呀，各位帅们？你们那边种不种这种红薯呀？你们那边种不种这样的红薯？谢谢加入粉丝牌，谢谢加入粉丝灯牌，谢谢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加入粉丝团。啊不，太辛苦你们了，谢谢你们给阿妹点赞，马上17万个赞了，哥哥姐帅们。热度比较少，星星送的小，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那个什么意思。不用送小星星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真的，你们能看阿妹直播我都已经很开心了，你们不用给阿妹送小星星，不用送礼物，生吃的呀。对呀，哥哥姐帅们，生吃的呀，看到没有，刚刚挖的，上面都还带有泥土的，新鲜的，刚刚才挖的。为啥先吃红薯？好吃呀，很甜的，哥哥姐帅吗？爱心要加上，呵呵，吃的什么呀？红薯，哥哥姐帅们，吃的红薯，吃的是红薯。吃的好真实，哈哈！我买10斤红薯，嗯，我家的红薯今年种的都会出来。这个是我刚刚挖的，这个是那个种红薯的那个地，我刚刚去挖地，我准备挖来种玉米的。这个可能是当时挖红薯的时候没挖好。没挖干净，漏了，捡漏，哼哼。明哥他在忙自己的工作呢，哥哥姐帅们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呢，都有要忙的事情。生的能吃吗？能吃呀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生的能吃呀。哇塞，16.8万个小赞赞了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这个地方很甜，真的很甜，这个红薯很甜。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这个地方小赞赞，你们不用一直给阿妹点屏幕，不用一直这样子点的话，你们真的太辛苦了。你们一直手指一直放在那个点赞那个上面，他就一直在点了，一直在点，他就自己在点。我再吃一个这个小的吧。大同市，大同在哪里啊？1.5万人了，好快呀，哥哥姐帅们，那么多人吗？那么多人看阿妹直播呀，1.5万人看阿妹直播呀，都10000多人了。天黑了，天黑了，哥哥姐帅们，天黑了，我明天还要去，可能要去挖地，但是明天我有时间，我就给你们直播，好不好？哥哥帅们，你们明天要不要看阿妹直播呀？哥哥帅们，你们明天要不要看阿妹直播呀？吃的雪莲果吗？不是，这个是红薯，这个是红薯，山西大同，哦，山西大同。你是那个阿妹呀？我不是阿妹，我是阿妹的双胞胎妹妹。我是阿妹的双胞胎妹妹。
要看要看，很喜欢你。要看的打个看字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明天要看阿妹直播的打个看，好不好？各位帅们，打个看。我看一下有多少人要看阿妹直播呀？如果想看阿妹直播的人多的话，明天阿妹就抽空给你们直播吧。你是不是那个丽丽姐妹？什么呀？什么东西哟？我买的不错，非常好，是不是？谢谢，谢谢你的支持。打看的人不多呀，哥哥姐姐帅们。不想看阿妹直播呀？不想看阿妹直播呀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谢谢谢谢谢谢苏的粉丝的牌。不用给阿妹送礼物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怎么不看看看看看？好的好的，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17万个赞了，这个地方17万个赞了。那明天我就给你们直播，哥哥姐帅们，那明天阿妹就给你们直播，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风景，好不好？明天哥哥姐姐帅们，我明天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风景，我们这边的那个